我们刚开始叫棒棒糖，然后后来吵架分团的，一个叫 JPM， 一个叫 Lollipop F。王子是 JPM， 对，所以你是 Lollipop F， 所以你是跟王子吵架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啊，但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夸张。JPM 好像比较红，是不是？应该没这回事。那你跟阿伟，然后你那时候还有谁？我们还有威廉，还有敖犬，敖犬真的是 JPM 比较红。什么？他们那几个都很红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，小姐不惜地。